我们的音乐竞技场最后的正面较量将会在台上两位女歌手之间诞生，分别是民族唱法非常出色的吉克隽逸以及优秀的女中音歌唱家贾玲。今天你们将用 rap 方式来进行 battle， 争夺横歌手中的链子。今天我给腾哥换个口味，再睡多加嘛，天哥头了也会立跟我整口苦荞茶，腾哥想跟我们吵你不要改变他想法。既然你用了四川话，那我就临时改用河南话。我来解释为啥腾哥不会选你，介绍一下我的团队，我还有我的后面。我的妹妹小童出身于里，花花才华横溢，小松口齿伶俐，王牌人才济济。其实我都无所谓，命运就是这样，你也不能轻易配对。你虔诚的以为他会给你一颗小星星，但他也许对欧若拉才更有体会。O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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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我今天不光要损你，还要损你的亲友团。你亲友团的实力不够尖端，王牌家族随意就能把你们掀翻。不管你们俩在这里耗费多少时间。决定权就在腾哥的手里面。姐姐你别这样，我这么喜欢你，我们不要为了一个男人这样啊。你不要了哟。那我要。给谁？今天你要给谁？想都不用想，来，一点悬念没有，拿走。